新闻头起先，先来关心战争的消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初时透早是对以色列发动空袭。以色列是正式宣战，嘛形容讲这场攻击案就亲像911恐怖事件，放掉要无少代价，和哈马斯灭掉。联合国的安理会是针对这场战争开紧急会议。美国站在以色列那边，派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赶过太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初八对加沙走廊以巴上新的战火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美国的会长呼吁15国成员强烈谴责哈马斯，也不过由我多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无发表共同的声明。为了以色列大使以911恐怖攻击来讲这场的突袭，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讲，会不管任何代价，彻底来清剿哈马斯成员。This is Israel's 9/11, and Israel will do everything to br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back home. Our job is to make sure that at the end of this war, Hamas will no longer have any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threaten Israeli civilians with.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also to make sure that Hamas will not be able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发射至少5000粒的火箭炮。以色列是对陆空两边来对加沙来空袭，两天交战已经有1100多人死亡。以色列并且在南部征调100000的后备军人，在沙丁和哈马斯进行激烈的修建，规模是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上大。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肖兹、英国首相苏纳克、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拢对巴勒斯坦恐怖攻击强烈谴责。拜登更加讲，对以色列支持坚定，亲像半礁，绝对袂动摇。派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到东地中海。No surprise that those opposed to the efforts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nd more broadly, to normalize Israel'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beyond, who opposes it? Hezbollah.Hamas and Iran. 伊朗总统莱西采白宫支持巴勒斯坦人自卫的权利，也警告以色列必须为危害其他国家安全负起责任。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造成123000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其中74000人未入去学校来避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